喜欢野人七号部落吗？按下喜欢，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加入赖群，掌握即时资讯，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拥有专属的村民卡，一起拥有更多部落的故事吧。野人七号部落祝大家一定要幸福哦！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我跟你说，就这样了。我们现在开始放假。我刚刚跟 Zako 已经全部录完了，今年的考打就这样。上一次我们不是帮你去拍完那个求婚吗？对，我记得你不是说要去登记，对吧？哎，对吧？你想说我都没有在听，对不对？我有记得这件事哦。你去哪里登记？哎。是怎样？突然啊！你不觉得该出动了吗？怎么了？他上次开会讲的啊。哦，就夸张吗？说他不让我知道他去哪里，对不对？对啊。该出发了是吧？对。但我觉得我们这次的那个头牌要找多一点人手。我觉得要，因为上次光骑脚踏车那个我就不行。你就人类了。对对。有优惠，我天哪！引擎，来一下，来一下。正式邀请你加入。来一下，来一下，有事情要跟你说哦。恭喜你加入我们的偷拍战队。引擎不能拒绝哦。对啊。你今天是我们的音乐。你 OK 吗？没问题。资讯很少。对啊，他那天有他只有说。他感觉就是摆明就是知道我们会跟踪他，所以他有可能会去更远的地方。你说特地跑一个南投之类的这种，还是他要去花莲？花莲也有可能。不然我们晚上就去他家等。然后不能租 Iron。哎，对，我住在那十几年了。如果后面有狗仔，我会不知道。不要故意拉远一点距离。来，第一个，你的车是租的。不是啊，我们要怎么进去？户政事务所，他去登记。那你们两个也去登记哦。不行啊，我们假如说不输的，去登记。如果我们两个输了，就我们两个去登记。你现在是 OK 吗？这个播出去要怎么办啊？叫你女朋友不要看这一集。你女朋友不要看这一集。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操！幸灾乐祸了吧，尹泉？你怎么还可以这么稳的拿着相机呀？因为我没有另外一半，所以我还好。反正是假的，没。我现在心跳超快。没重菜，反正可以剪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来啦，签名喽！先给他。都是我先，毕竟我也是姐姐。Oh my god！ 好，我先好了。哎呦，但是假的啊，但是这有一种，好像是有种好感的。对啊，我现在手会有点抖。练习啊，这种事没有在练习的吧？那我们就等车子来，晚上见。OK， 现在到 Key 家了，他明天一定会从这里出来。对他只要一出现，我们就跟上。现在是几点？快十点了，我们在这里待一整晚。轮班吧，轮班，只能轮班。我们要轮班，我们要轮休息，什么时候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我现在比较紧张的是，我明天要进去。你说我们两个的那个。为了进去所做的事情吗？没事啦，没事。为了要拍到这历史性的一刻，不能睡，我们一定要守到他真的出来为止。你觉得要跟到他？没错，居然跟不到。没有 Z， 没错，我没有 Z 脸啊！各位，现在可能看不到我们的衣服，明天早上再给你们看。我没有队服。没有错。乖乖，起床了，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嗯，已经早上了，我们已经轮到第四班了，要不要叫早餐？要吗？好啊，云卷，肚子饿，嗯，可以哦。好，那叫早餐哦。大家早安，今天呢是我准备去告别单身的日子，蛮特别的感觉。那我给你看一下，一片狼藉，看不太到。然后呢，我这边摆了一台相机，我是谁？我是最会发现人家跟踪我的人。我现在来拍一个东西给大家看，来，这是谁？来，这是谁？
这是好、哦、哎呦哎呦还伸懒腰哦不用扎口这么想要来参加我的登记之日啊看不能看不用看 OK 他们的那个窗户还拿那个布遮着这么清楚都可以看到没关系啦我跟你讲反正等一下你们去那个物证事务所就进不去这样进快速进去就出来你们进不来你们进不来你们进不来干嘛等我啊你等我看见白痴在外面对不对白痴你看白痴哎等一下他们干嘛不可以他叫早餐哦你们到底几点来啊？帮我问你们哦。你们到底几点来？叫早餐？干嘛？想来拍我？想来记录我这一切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台湾这边现在已经八点，他还没出来。奇怪，那么晚，应该不会到屏东吧？还是台中？因为他上次不是，他上次不是说他要找那个机器？昨天要给你们看的，没有。Zenly 战队 ，Zenly 战队，看一下，看一下 ，Zenly 啊，大家都 Zenly 超猛。哎呀，给你们你看这些人，我要去结婚了，然后他们都还不起来，到底要不要陪我去结婚啊？你确定要这个样子吗？陪我去登记？怎么这边还有一只？这好卑微的当真趴啊！准新娘没有倒，朋友都等倒掉。白痴，不能倒啊！我给你真的很可爱呢，你要当我见证狗吗？可爱。来来来。来哎、欸，走！现在几点？看一下，现在8:50，不知道他要去哪里，这么晚住。现在我们两个要去登记哦，你紧张吗？我半夜起来吃胃药，但天气好好哦，适合结婚的天气，好日子，好日子，适合结婚啊！从今天开始签下名的那一刻，就有很多的责任。哇，压力好大哦！哎、欸、呀，压力好大哦！多一个人。开心啊！怎么不开心？看一下，下一个看不到。超级紧张，我紧张什么？你知道吗？我紧张是内湖很多狗仔。狗仔，狗仔。哇！我们要登记了吗？现在看到，还看到。走掉。感谢我们的 Zenly， 是 Zenly 战队。进去没啊？被牵走了。大家都说迟早，可是对我知道，可是我尽量玩就尽量玩，好不好，宝宝？是宝宝吗？现在还是啊，你不要，还没哦、喔，我跟你讲，还没哦、喔，还没。我听说签完名之后有2天可以反悔，谁说的啦？真的啊，我也不知道谁教的，好像是阿良哦、喔。这两天我们也蛮酷的啊，就是我们一登记完就要出发去露营啊，只有两个人，真的是很棒。原因是因为登记的那一天绝对不能有工作，那一天就是属于我们两个自己的时间。我就是很早就已经安排了，就献给我了。这两天的那个什么赏味期，赏味期限。对，我想应该就是 OK 了，就不会有反悔的时间了。依然带了一只小跟屁虫。我今天是要跟他结婚呢，你是我的证婚人，跟你成为姻亲。到了，什么意思？不是应该上高速公路吗？还是要赶在台北？我们守了整晚是要干嘛？所以，真的就在这里。哎，你就跟上去了，不管了。好多人哦！我的天哪、啊，什么意思啊？他结果没有跟我们讲，自己来哦。我看到 Pookie 了，好。几楼啊？3楼。最讨厌去8楼。当兵的时候来这边的8楼，来了起码有100次，好像要去当兵了。我现在来到了，就反正说没有有人，就像可能差不多。没有，如果是我们野七人全部出来的话，先不要，就完了。现在来到了就是新人登记，你有经验呢、欸？对，我有经验，所以你们该带的东西有在我的 YouTube 上面看到吧？我们就是拿你的来当做。Hello， 你们怎么上来的？我来拍你啊。后面是谁？尹泉啊。尹泉啊，我以为是狗仔。哎、欸，你们怎么可以上来？登记？不是你们用什么名义？我刚来登记啊。是谁？六四。哎、欸，别走！哎、欸，不是的，开玩笑的。那就这样。不要，不用。哎、欸，是蔡天阳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啦。对的，本来是这样子设想啦，但是先不用。看一下，嗯、欸，你们早上6:30就来了。我们昨天就在了。哦，是哦。对啊。哦，是哦。你是早上看到我们了？哦，没有啊，没有啊。哎、欸，我先好。我记得凯西跟盖瑞他们都是会写错，所以要准备很多。有，我这边有好多。
见证人。有吗？盖了。嗯，那 OK。写吗？他真的很聪明，他顺便把户籍迁到我家来，他一起办的，贼很贼，我真的是人财两失。不是今日是要带何时啊？今天同桌，好强哦，很强哎，顺便的。听说两天内可以就是办理失效反悔，没有，应该很难，应该很难失效，应该很难失效，因为我们有派一个天使过来。祝你们永远幸福美满。我发现结婚很简单哎，你们要不要刚刚那个？你们要不要那一本拿过来学？是现在简单，以后叫我冷敷哦。你这很认真呢，哎，你去射那个啦，射康啊，射到他心中，射他心，射那个晨晨，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要带什么去。我没结过婚，我怎么会知道？哎，看这边是那个 Toki 的脚印。超可爱的。为什么是选择今天呢？因为今天是Rita 纪念日。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哪？所思又来是不是？哎、欸，不过我想问一下，说你们到底是选定是你跟 Jenny 结婚？猜拳。有谁猜？引拳又猜。我们三个都猜。哎、欸，如果身体就完的、欸。哎、欸，我们这要不要结结？你跟 Jenny 可能有。其实 Jenny 很可爱。Jenny， 他说签完就生效了。Oh my god，、欸、生效了。生效了。你确定要写最后一个字吗？已经生效了。恭喜！我们去买了对戒、钻戒跟对戒放在一起。我把更厉害的东西给我。有还有、哦，我们准备的小礼物。看一下。你被业配了。你这个也配。这是什么？哇！好可爱，蛋糕。这个造型是求婚的时候的造型。真的是求婚的造型呢。是肥肥写给你的。Kid， 没有。我们都在彼此最重要的时刻相遇，好像是冥冥之中注定，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拥有彼此。愿我们未来能够继续创造更多的故事，在有限的时间内去纪念更多无价的平凡，在平凡的日子里珍惜并拥抱彼此的人生，一起加油，一直都在幸福美满时刻全体与肥赞哦，好感人哦。大空，哎 ，Jenny， 好好看待哦。早餐好吃吗？我们没有吃早餐啊。没早餐哦。OK。我现在发现你的耳环超大的。我是公车巴士。不是，这是你原本的耳环，还是为了配合、這個？我原本的、啊。屁啦！这我自己的。赌什么妹？赌什么？赌什么啊？你要干嘛？哎、欸，你不要戳啊！戳乱了。不是，还要当手铐。哦。那铐住，是怕别人没看到你哦。放心啦、啊，大家都一定看得到你。特别意思。恭喜我们接下来的财产都是共同持有。是可以签的。哦，你说你们协议是吧？是啊。什么东西呀、啊？不签什么？所以户长就是我。婆，婆。接下来有子跟女。好重哦，这张纸，这张纸好重哦。共同生活户。我住了那么久的地方，结果现在剩两个人、欸、你爸爸的妈妈是那个冠夫姓，你要不要冠一下？冠夫姓，敢不敢啊？不行啊，我不敢，我怕我把他爸杀了。哎、欸，正式的呢？怎么你看太久了？没有看过这种东西。要领身份证哦。现在正在制作等叫号。发证了。开了，我看一下。来看一下，好妙的一个感觉哦、喔。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我老公。这是我爸，这是我妈，这是我的配偶。你为什么不嫁、啊？你很奇怪。开始哦、喔，结婚第一天。
感谢所有村民。两年前做演七号部落到现在，你看这一路上，就从没有老婆到有老婆，我真的是把我的人生一切都记录下来，包括中间买房子给我爸妈，也是算你们陪着我一起走入这种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一起继续当野人七号部落的村民。恭喜，恭喜，亲哥。吓死你们硬要出来，你不是要去换掉了吗？好啦，走了，走了，走了。哎，你们来哦。踏遍天涯，放遍夕阳，隔片云。